热线，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就到长春来找我吧。欢迎现场所有的观众，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杜玉三幺幺，金棒万弹挑，放心种，放心种。感谢红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节目的公众号，输入红翔种业，加上你预测的本期牵手嘉宾的号码，我们会从中抽取一位猜对的观众，赠送红翔种业提供的红翔精酿套装。感谢九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用好七选九奈，九奈七更耐久。上抖音看视频，恋爱技巧我看行。本节目由抖音 APP 特约播出。上抖音玩宝宝特效，看看宝宝样子的你。打开抖音搜索宝宝特效贴纸，和身边亲朋好友一起玩起来，让你回到小孩的样子，像宝宝一样可爱。英喜爱孕妇新生儿扫码免费领168元大礼包，新家新宝新生活，爱家爱宝英喜爱。时尚 KC 幸福相伴 KC 皮草2020时尚新品，由北欧皇室专属设计师亲自主理，彰显纯血皇室设计，穿 KC 皮草享幸福人生。感谢真真饮品的大力协助，回味经典只喝正宗荔枝，还是真真好。本节目更多独家精彩短视频都在西瓜视频，欢迎下载西瓜视频 APP 搜索观看全程热恋。西瓜视频国内领先的视频平台，给你新鲜好看。感谢中东品味女人的大力支持。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恋。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这位姑娘她是一名设计师，究竟是设计啥的呢？我估计你们好像很难能猜得到啊！来，掌声有请一号姑娘出场，有请。我叫白雪，来自吉林辽源，今年24岁。我的爱情宣言是：生活充满仪式感，浪漫小伙我喜欢。谢谢。哎呀，这两位这冤家路窄碰到一起了啊！你看那12号首富，12号首富，你是第一次接到缘分天使吗？今天那些号非常非常激动。马上要说获奖感言了是吗？对呀、这个我感觉现在我的心情哈、比获奖感言哈、太激动了啊哈，就是啥、这么多期了哈、我终于智能起来了。我终于智能了。立中啊，你终于怎么的智能起来了、我本来想问人家11号童老板，这12号压抑不住啊，就一个劲要发言的，嘴张了好几遍啊，支棱起来了。来，11号童老板，是那个缘分天子给他了，你不想往里头走了，随手给我一灭了吗？啊，不是，我觉得你眼睛有点小。白雪，来看一下白雪的第一个短片，她是做设计师的，究竟是做什么设计师的呢？一起来看。来到辽源，你们就一定会想到袜子。上完全程热恋之后，我要让你们一看到袜子就能想起我。我叫白雪，今年24岁。我现在呢是一名辽源袜厂的设计师，然后这些就是我设计的袜子。因为这个枫叶，我相信大家很多都已经在市面上买过，也有穿过的。而且今天我还给台上的一位男嘉宾带了一份神秘礼物。我这个人的性格大大咧咧的，对朋友没脾气，还特别仗义，但是我对男朋友就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了。我觉得男朋友就是我的私人财产，咱俩只要在一起，你就完全属于我。我对你稍稍有点小脾气，耍小性子，你就不能有埋怨。今天就是秀喜了，和我姐回来看看我妈，她最近整地，家里忙，就我妈一个人整地，
挺累的，买点好吃的回来看看我妈。妈，我回来了。他们俩，哎呀妈呀，小姑娘，激动的昨天都是。没事，姑娘回来呀，都是大包小留的。这秋收，你说姑娘，你说特意回来帮我，你说收拾地，反正特别的孝顺，那真的特别的孝顺。现在呢，你说二姑娘已经25了，可看就是这个对象的问题，我始终一点不太如意，到现在也不找个对象。这回呢，看看让姑娘呢去全城夜店给我领回来一个。小爱好首富。我看就是台上美女，她说是有时候爱耍点小性子啥的，我感觉怎么个耍小性子呢？就是比如说，就是如果咱俩就是谈朋友了，然后我希望就是你的那个背景墙还有微信头像朋友圈必须要有我的照片，然后再就是说比如说我半夜饿了，我希望就是说你能去买吃的呀，或者是能起床做饭，这种的小性质。如果有的微信的朋友圈是3天可见的呢，怎么办？那就3天一发呗。3天一发，就是证明你时时刻刻要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出现，是吗？对对对，谁刷都能看着。啊，首富行吗？这能做到吗？我只想说一点，老师，我要是喜欢你这个人，你无论怎样，我就是喜欢你，爱你。好，是的，我会做，炒菜、炖菜都会做。最拿手的，最拿手的呀，韭菜炒鸡蛋。也行啊，你说外卖都不靠谱，得必须得自己做。你看这态度拿出来了啊！你好，嘉林。你好，美女，我看你那个你是设计袜子的，我有个想法，你看一下我这个气质适合什么样的袜子呢？你给我设计一下。你比较适合商务啊，你瞅得挺成熟稳重的。你咋知道今天有设计袜子的设计师来？你袜子都没穿呢。我这个不是没穿，我这是穿的船袜啊，就是往里藏那么一点点。给16位男嘉宾都带礼物来了，都带礼物来了是吗？对对对，放小二那儿的是吗？啊对，来小二哥，哎。行了，您这袜子都送给你的呢，你说说这家伙。不是啊，这姑娘给我都来一双好袜子，我必须给她好好展示展示。哎呀，你给你王哥看看。哎呀，姑娘送你的是袜子还是手套啊？比手套戴还费劲。姑娘不仅设计袜子非常厉害，她也很有眼光。咋的呢？全场除了小二的腰围，谁能挂16个袜子？哎呀，行了，王哥也顶多就挂12双。你这袜子这么别上了，这就啊，行，引领今年的新风尚，是挺好啊。来，给我们这16个小伙的袜子都在这儿呢哈，来给他们发一下，看看大家伙穿上什么感觉。这家小二不够你嘚瑟的了啊！不是随便挑啊！哎呀，每个人花色还不一样呢，你看看啊！看看你们送给你们这袜子的寓意啊，都自己感觉啊。燕姐，我这袜子怎么跟二哥的一样，也是手套呢？是吧？是五号李超。我感觉他给我整粉色，粉色是代表分的意思呀。啊，不是，你感觉粉色应该代表什么意思？我不懂，因为我这人很霸气，很男人，你给我分个粉的，我很迷茫。骚粉。
那出来咱们秀一圈啊，还是穿袜子秀一圈？对呀、啊、行，来吧，来，有请十六个小伙。哎呀，这大绿袜子，大棉袄在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大花的零下四五十度，来一圈到大冷，咱也不敢出，开着皮裙开着八大树，这就是我说的暖暖宝裤。根据每个人选的这个袜子的款式都不一样，真不一样。对，很用心。我觉得白雪来之前深度的了解了小伙，对，很用心，很用心。你比如说十号天瑞那袜子是怎么了？天瑞往前站着。燕子姐，我觉得他送我的这个特别符合我。啊，你说。上面写着前任不可回收垃圾。他就是交的女朋友比较多，然后也比较杂，什么空姐啊，啥样都处过，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他，就带来了，挺适合你的就带来了啊。来，谢谢所有的小伙展示过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一下姑娘的用心呐、啊。哎呀，是针对于你们每一个人选的袜子，你看李超那个雀粉的袜子啊。好，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天气交接，提起裙边。我平时也特别注重仪式感和浪漫。平时只要算得上过节的日子，我都会过。我呢还想找一个能陪我一起看偶像剧的男孩子，我平时没事就特别愿意追剧，尤其是像校园的那种，特别向往那种爱情。我就想找个男朋友跟我谈一场偶像剧式的恋爱。好，来十二号首富。刚才看美女短片里头，她说的是喜欢看偶像剧啊，对对，其实我特别爱看偶像剧，主要是咱俩要是在一块儿，咱俩可以那个啥，坐在床上，咱俩吃点东西，一边一块儿看个偶像剧啥的。啊，你看偶像剧，你觉得最浪漫的是啥呀？你俩就是你也可以愿意看偶像剧，你也愿意看偶像剧，整点浪漫的桥段，我看你俩能不能对得上啥的啊。表白那个情节，咔嚓咔嚓咔嚓往那一跪，然后是哈，环境整浪漫点，谁给谁一跪呀、啊？男的给女的跪吗？完了咔嚓一跪，咔嚓一跪啊！感觉哈贼浪漫，是吗？说啥呀？那个词儿都咋说的？嫁给我吧，就完了。在一起。你觉得看偶像剧里面最浪漫的是啥？就比如说像下雨天，然后女生没带伞，男生会过来给她送个伞，或者给她披件衣服送她回家，这种简单的。你看，首富你可听明白了啊？你在意的是最后的结果，咔嚓一跪，嫁给我吧。人女孩在意的是这个嫁给我之前那个过程啊，送个伞呐、啊，披件衣服呀，啊，那个什么那个感冒了什么多呵护啊，是这个，能吗？能，必须的呀，这一块肯定行。啊，来十号天瑞啊，美女，你说你喜欢浪漫有仪式感的，那我感觉你选错人了。你就想一下啊、哦，真的，我觉得说你说所有的节日必须过，我是那种就是你不过，我必须都得拉着你过，而且我就按偶像剧的情节给你过。比如说，你说你想一下，你说过个情人节，你是想就是咱去一个西餐厅，给你订一个，然后后备箱给你铺满鲜花，给你整个浪漫的。情人节好，还是你说在家里给你整个人参盛宴，再给你送你一捧人参，啊、你觉得哪个浪漫？真的，我想说一句，主要是你整的浪漫，主要是我这浪漫哈，我这是跟他一个人过，然后你这浪漫，你是跟一群人过，对，他俩差距。燕子姐，别让他说了，燕子姐，别让他说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咋的？我在这旁边站挺长时间了，来一个女嘉宾就说怎么怎么对她好，来一个美女就来就说怎么怎么对她好。虽然说她灭我灯了哈，但是我还得站在就是美女的角度来想啊，就是
一定要听我的话，虽然你灭我灯，我也劝你 啊，一定要把他灭了，不要听他任何一句话，他老不服赖。主要是你看，说是说，但是这不一直没找着人去做呢吗？渣男，还有啥叫渣男？什么是渣男？美女，你说，渣男就是什么？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你特别好，你特别开心，特别快乐，所以分手之后你会伤心。为什么伤心？因为你回想起咱俩的曾经，你觉得很美好，所以说你由爱生恨，你说我是渣男，对不对？这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哎呀，这渣男这给的解释太漂亮了。那刚才说了，你看十二号一种浪漫，十号一种浪漫，就这两种浪漫，白雪让你选，那选哪一种啊？可各有各的优势啊。我肯定选只对我一个人浪漫的。陪你去看流星雨只要是简单我喜欢的对我好那种浪漫就可以了。好啊，好的，好好。场上十二号郑立中的灯是亮着的，掌声有请十二号首富，有请。加油兄弟，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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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太急了，别着急，让人家说两句话。你说你们看偶像剧也看最后一句，咔跪下来嫁给我吧，那前面不得有过程吗？对不对？白雪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吧，就是你手里现在如果有1000块钱，然后你前女友找你借400，你现女友找你借200，你还有多钱？对啊，这没事，这个我不能借，你知道吧？假如咱俩在一块儿了，这东西的话，借与不借，决定权在于你，不在于我。好，不会有。哎呀，这给我跟你说，这给下边这个观众你说的是不是？哎呀，那小伙嗷一声不借。哎，在一起。大姐，你觉得这问题问的好是不？你站起来说，咋的？这姑娘咋的？我认为吧，这个姑娘也聪明，问这问题吧是啥的挺尖端，而且呢小首富呢答的也挺尖端，是在于你要同意我就借，你不同意我不借，因为咱俩在一起答的很干脆，我很满意。咋样？你觉得他俩般不般配？我觉得他俩是绝对般配，绝对般配啊！你看投票了啊，阿姨投票表决了啊，绝对般配。你看阿姨就是过来人。对，对你的回答很满意。对对对、啊，那立中啊，接下来就得你拿出你那个咔吧一下的那个浪漫了。对。来，祝你们幸福，加油加油，祝你们幸福。时尚 K 七幸福相伴，成功牵手的女嘉宾将会获得由再冷也要美起来的 K 七皮草提供价值3000元的代金券一张。幸福的说着，学美容、美发、美甲、化妆、摄影，到长春蓝梦学校。长春蓝梦学校携手全程热恋，让梦想成真。上抖音看视频，恋爱技巧我看行。本节目由抖音 APP 特约播出。上抖音玩宝宝特效，看看宝宝样子的你。打开抖音搜索宝宝特效贴纸，和身边亲朋好友一起玩起来，让你回到小孩的样子，像宝宝一样可爱。英喜爱孕妇新生儿扫码免费领168元大礼包。英喜爱，爱你所爱，英喜爱为你所爱。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烈。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这位姑娘因为嘴快人麻利，大家都叫她茬子。哎呀，拿捏呀！我一听这个外号，我就觉得这姑娘可能齐了咔嚓的。在东北敢叫茬子的都不是一般人呐！掌声有请茬子出场。好，就是我的爆米礼物，就是我的爆米大会。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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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叫张丹丹，来自吉林榆树，我今年30岁，我的爱情宣言是脾气暴性子急，太囊的小伙我瞅你都着急。你好丹丹。燕子姐好。哎呀，你是不是因为鞋？对，我从来不穿高跟鞋。我看出来了，你一看这姑娘走路这姿势，我说这是怎么的了，这是啊，我就一直在品呢。那丹丹啊，老王哥想先问一下，你今天是来颁奖的吗？你为什么说到颁奖呢？我觉得那么一个至高的荣誉，你看拿到这个奖品的这个人，哎、现在是什么状态？哎呀，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缘分天使是如此的张扬啊！太客气了，根本用不着，以后别扯这事了啊！好好表现吧，争取给我牵走。你不想用一号嘉林所说的话吗？不是，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寻思咋喝多了，迷得狐媚醒酒，把这玩意儿给我了。得亏你说解释一下，要我真误会了。没认啥人是不？没有，就是给你的。好好表现吧，好好表现，争取给我牵走。好的，我多亏问问你这鞋的问题，要不然你看人小伙都寻思你喝多了上来的呢，你说说啊？来，我看看这边，是我哈李超。我看他上台这眼神就奔我瞅。走1.7米1.8米的不行，不是搞吧？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一是家世显赫，二是长得也太黑了。我跟你说啊，男人跟黑不黑没有关系，你黑点咋了？瞅你长得跟土豆成精的似的。我跟你说，不管土豆成不成精，男人挣着钱，这社会挣着钱是本事，挣不着钱我告诉你，没有男人，女人也活得很好，我自己可以挣钱呀。咱这个节目是上台找对象的，你说没有男人，那你先跟我抬杠的呀。你俩确实不适合啊，确实啊，确实，事实证明了，确实是非常不适合啊。哎呀，灭的对呀啊，这挺好，挺好。哎呀，好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丹丹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是张丹丹。今年30岁，现在是一家植物染发店的店长，年收入10万+。我这个人平时有两大特点，一是性格特别急，给顾客介绍产品也着急。提取植物色素，通过空气氧化上色。现在是可以办会员，但正常是1瓶是108，1瓶3瓶264。姐，咱家这个黑色就是10分钟上色，彩色就是20分钟，你不用像上美发店焗个彩色要1个多小时。咱家呢是还能改善你头皮问题，这里边有过氧化氢，能帮你消炎杀菌，就毛囊问题都可以改善。我有点没听懂，就是说的太快了。二是脾气特别暴，走路我也暴躁。你有病啊，看着不像滴滴啥呀。其实我8年前就来报过名，当时也不知道是电话丢了还是什么原因，总之是没来上。可是今天我又来了，对台上男嘉宾多少也是有一些了解，比如说是15号，长得埋了吧胎的，像土豆子成精了似的。你是来找对象来了还是来炫富来了？站地不飘，挣钱有招，耶、yeah! 还有8号，你总说你是短发，头发短的连根毛都看不见，要不要送你一个假发套，你试一试看看有没有人牵你？聪明的脑袋根本不长毛。还有就是为什么16号总放一个娘娘腔的男生？不过他挺适合做男闺蜜。你给我留点面子啊！台上的男嘉宾，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你们觉得不对，咱们就台上碰一碰。丹丹呐，你是来砸场子的啊？整半天呐！丹丹，你自己看短片，你现在啥感觉啊？你知道你接下来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吗？啊？知道想到了吗？想到了。后不后悔？不后悔。我这人比较真诚，实话实说。哎呀，真行啊！来吧，那咱们就一个一个碰一碰吧。啊，来15号超。他说我埋汰。我跟你说这一点，我跟你说啊，我一点不埋汰啊，我当过2年武警。
我家，你去我家，你知我家有多干净？我自己。我说你长得埋汰，没说你埋汰。我长得埋汰啊！我跟你说，你品，你这人，我跟你说，你也不干净。我跟你说啥？我今天他来打火场的，我干净不干净不需要你知道，因为我不跟你过日子啊。我也不跟你过日子吧？那我埋汰人说我哪儿埋汰？我哪儿埋汰了？我哪一点没比你用的好？哪一点靠你啥？我埋汰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活的。我感觉我挺好。我已经说完了，你爱咋咋地，有招想尽，没招实现。你俩不合适啊，你俩真是不合适。哎呀妈，你说这俩人吵着的啊，咱都缓缓啊。后边俩茶子姑娘给老王送来礼物，这茶子姑娘是相中八号老王了。到底是啥样的礼物给老王吓成这样呢？广告回了，咱一会儿看。你俩真是不合适。我终于知道蛋蛋你为啥一出来就把十五号灯给灭了。不是这么看，李超你别急，灭的对。对对对，你这灯要不灭你俩得打到啥时候去？你俩多亏就是没有灭你了，你还没脸还老举手，咋那贱呢？跟你说不叫贱，气儿。我跟你说，男人不气儿灯，那女人能喜欢吗？哎呦我的妈，谁喜欢你这样埋汰人？瞅，哎呀，你看。看给你王哥领出去，瞅着得干净利索的。给你王哥笑的老眼泪，那个什么老泪纵横的。年纪大了，受不了你们这样，太刺激了。行，行了，可以了。不喜欢不代表有些人不喜欢啊。是是是，李超你就坚持做自己啊，就坚持，一定有喜欢。做好自己，让别人无路可走。哎呦我的妈，就你走到死胡同，别人都有路可走啊。我从来不走。你先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你别操那心了啊！你俩能谁画个句号不？啊，这家我是劝不过来了，你说这是？一看都是包你茶的，我也是茶，他也是茶的，对，不分上下。忘了这姑娘的外号了，叫茶子啊！我看，哎呀，这可真是。来，十四号小聪，你还敢往上冲吗？我冲啊，得冲啊！我老乡，榆树老乡啊，老乡，那我就饶了你了。啊，你别冲了。然后我挺赞同女嘉宾说那个男那个人有脾气的，因为我的性格是啥呢？我生气就五分钟就好，从来不记仇。包括曹婷，你看，还有那个老王，就是咱们榆树人的一大特点，心直口快，不记仇。对对对对对。然后生气五分钟就好，基本上这样，但是很容易得罪人，但也很容易教下人。我这些年也没教下谁。说的没毛病啊，钱没少花，人没交下呀。你分没分析为啥这么多年就没交下人呢？嘴臭啊，啊，嘴不好啊。这还挺骄傲的，咱榆树人就这样，特别直爽啊，有啥说啥。他们都说我们榆树皮男帮，是不是？对对对，没毛病。啊，我跟你说，让你扒拉，你哪嘎都你跟菜皮椰子似的。你不好扒，其实涛风格好扒，好不好扒？让你扒拉，你想扒也不给你扒。我也不扒呀，有事为啥扒你那个？咱在这嘚瑟啥了？你咋不搁家吼着呢？咱目光转这头来，来看看这边来。你们俩呀，一定上辈子谁欠了谁啥了？对对对，这是咱不说了。那个丹丹，你是不是也有温柔的一面？有啊。那个，既然今天缘分天使你都给八号，能温柔起来吗？对，温柔一下。王哥哥，哥哥，我。刚才在短片我跟你说我脑子上连个汗毛都没有，然后又把缘分天使给我了，这里面没啥误会吧？是喜欢我是不？不是，我就是来拯救你的呀。啊，那我这心里有底了。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啊，精心为你准备的呀。哦，小二哥，帮我上一下礼物。哎呦，还准备礼物了啊？来，哆啦 A 梦。哎呀，好可爱呀！哆啦 A 梦。哎呀，你看看，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惊吓，不是咱好事儿，兄弟们啊，不是咱好事儿，也不是炸弹，啥？咋的？你这样，二哥，你透露点，咋的？那个，我走远了，你再打开啊，别。别崩我身上！
走远了，再打啊！动弹点。哎，动弹点，是不是爷子？是不是？你可以打，你可以打开了。他问我是不是爷们儿，完事他跑的比谁都快。对，你可以打开了。走。哎妈呀，这老王的这一局令，这到底送的啥呀？啊，下边要上场的姑娘外号叫王老曼，哎，姑娘还自称喜欢渣男。我喜欢他是渣男。这姑娘可挺敢说呀，啊，咋回事？哎，咱一会儿看啊。你嘚瑟啥？你快点打呀！挺吓人，吓我一跳，好像是个假头套，我寻思是个脑袋呢。来，这个礼物从这儿看，啊，确实是挺恐怖。是个脑袋，大家看。我天哪！确实是非常恐惧的。你要搁古代，你说这么拿着，是不是挺吓人的啊？感觉我现在这发型挺帅的。你为什么会给他带这个礼物呢？你是希望你的另一半有头发是吗？我可以长。不是，你别想，你别多想，我就来整你。我就是整就我的发型，还整就啊？对，我觉得人挺好的，唯独就差了发型而已。先戴上再说吧，他可能有后话。哎呀！心跳，为呀神魂颠倒，胸容如波涛，为呀神魂。我认真的想跟你说，你戴反了。你这样，你人家这么用心给你准备的礼物，你下去让我们导演给你好好，咱不有化妆师吗？给你好好捯饬捯饬，行不是？是不是？人都想来拯救你的，是吧？啊。同样都或多或少在你眼中有点毛病，你咋就不能给李超啊谁呀，啊，带点礼物？你别提李超。你是咋就想给他带这个头套的呢？他就说他短发，我就说看他到短到在哪里，关键真是连个毛都看不见呢，我就合计给他个短发嘛，送一下短发，这叫真正的短发啊，这叫真正的短发。对啊，来，接下来那个八号老王据说已经捯饬完了，你的礼物已经上头了，嗯，啊！来，我们来看看老王来。哎，你看，城里人，城里人，你就说帅不帅就完了。哎，嘚瑟完了吗？那你都回去得了呗，还站这里了，谁让你站这儿的？你自己啥位置你心里没数啊？这没有啥事儿了。那你还有啥事儿？你还想干啥呢？你是来卖我假头套的啊？不是，我就是觉得你人也挺好的，就是你看又顾家能挣钱那种的，我就是觉得也没法签你，我寻思给你弄个假发，你就差的发型了，弄个发型没准下期就是来签你了。你到底啥意思？你怎么给我整的有点迷糊？拯救也不代表是牵手啊，哥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拯救完了他之后，然后呢？就是等着别人来牵他呀，让别人来牵他呀。那你对他呢？啊，虚晃一枪啊！不是，我瞅你，就是高跟鞋肯定是没问题，你指定是喝多了你。你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儿，啥？你指定是有点毛病。那你还要领我去看看去？确实让我们有错觉了啊。好，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我16岁就辍学出来打工，当时家里条件特别不好，我妈妈只给我100块钱。我刚开始就在一家超市上班，
当时就我一个服务员，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才下班，天天就是送货搬货，搬啤酒箱子，洗衣做饭，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想一觉睡到自然醒。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打拼，再也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再苦再累也从不向家里抱怨，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你好嘉林，你好，气质这块能不能拿捏的？捏的。你好捏的。你好你好你也好你更好。你好这位朋友，那个请问你贵姓？我姓张啊。张大哥你好。那个李大姐你说。那个就是我感觉啊，从你上来啊，你就是一直都在拿捏我们小伙儿。你上来是找对象了，还拿捏我们来了。你瞅我这小伙儿，我是来找对手的呀，行吗？李超，到我这李嘉林，你跟姓李的有矛盾呢，还是怎么的？你是专门挑姓李的拿捏呀，还是没有啊？是你们先找事，你们先举手的，我让你举手了吗？那什么，我再说一句啊。张大哥，你说啥都对，张大哥有道理。祝你那个牵手成功，李大姐，谢谢你。祝你拿捏的明白，一会儿让曹丁送你一首那个《长春的夜》，灯火阑珊。谢谢你，李大姐。哎呀，那个李大姐，我想说一下，在哪儿呢？跟我真是、跟我可没关系啊，是他捏的啊，你别把他抛火喷。他捏没捏你不也灭灯了吗？还整那装什么老好人啊？我主要是怕啥呢？主要是怕吧，这把你把那个火力攻击我这，你这太猛了，老哥人。行，算你害怕吗？明智的选择。曹婷害怕吗？这种太害怕了。本身我想找温柔，就很害怕是吗？我确实害怕了。好啊，质量好，小胖。哎，你好，美女。看到你那个短片，我就想起我自己我亲姐姐，她从小就是我姥给带大的，然后从小就是跟男生打仗啊。脾气啥的就越来越大，我经常是啊对，然后你听我说呀，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从小，然后我姐就那个独立的劲儿，我总觉得我姐能当一个女强人，所以说我理解你，但是说你现在就是这个强势吧，其实也是你的一个好处，但是咱们适当一点，该强势的时候强势，该温柔的时候温柔，没有必要因为任何一个人而改，你这个品质其实一般人想有他还没有呢。谢谢，真是他说的是对的，人真的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上学的时候长得特别小，就是总是被人欺负，过个沟子走路嘛，因为都是上学要走3里路，都别人都给你鞋整湿了。你上坡走的那个坡就是大雪天嘛，走到顶上别人会给你踹下来，就那种。他给你踹下来？对，就是你男生欺负你吗？对，我放学了之后他们叠我就跟他干，从学校干到家，就是骑着干，拿大米棒盖互相就是炫。完了之后把他手就 K 的都翻翻了，脸挠的都跟萝卜丝似的。是因为他们先欺负你？对呀、我从来不惹事的，因为人不犯我不犯人，是这样的。我只是想安安稳稳上学、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就找事儿截我呀，那我肯定不服啊。最终后来谁也没有人敢惹我了，就是我要是打不过打不到完，把书包放到家里，我妈问我干啥我从不说，直接上他家去找他揍，就这样，啥事就给他揍服，啥事拉倒。咱们做相亲节目，每次看到有你这样性格的姑娘出现的时候，反正王哥这心里边总是觉得酸酸的。我会觉得很心疼。是的，啊，对，心疼的是什么？明明应该是个，你知道，这辈子托生成女人，其实是很幸运的。你可以尽情的去美，尽情的去撒娇，获取你该获得的那些爱。可是如果是这种性格的话，你把这些权利都放弃了。比如说刚才男嘉宾针对于你，他说了一句话，你只就说你刚才说那句话，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很伤心。你说这句话远远胜过于你直接跟他对磕，你捅得他满身是血，对不对？我觉得没面子。你看太要强的女人最后就会把自己活成汉子。对，活得很累。好吧，好，加油，来，掌声送给叉子。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311
金棒万弹挑，放心种，放心种，感谢红翔种业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学好一技之长，买车买房有希望。长春蓝梦学校携手全程热恋，让梦想成真。时尚 KC 幸福相伴 ，KC 皮草2020时尚新品，由北欧皇室专属设计师亲自主理，彰显纯血皇室设计。穿 KC 皮草，享幸福人生。感谢真真饮品的大力协助，回味经典，只喝正宗荔枝，还是真真好。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烈。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好，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姑娘。这位姑娘因为爱磨蹭，大家都叫她王老曼啊。这刚走一个快的风风火火的，接下来来了一个王老曼，来，掌声有请。就是我的报应礼物，就是你的报应。我叫王子丹，今年26岁，来自吉林农安。我的爱情宣言是：慢慢吃，慢慢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好，啥事儿都不着急呀、啊？几乎是没有着急的事儿，没啥着急的事儿啊。你看看这心态啊，我看看灭灯的16号小胖。美女，你说你来的时候哈，虽然说我80%我知道你是奔我来的了，就是灭我来了啊。但是我还是面带笑容，我起码我素养是在这儿呢。但是你是不是看我现在笑面有点好揣过啊，想过来给我两下子。我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从这边走到这边又走回来已经很远了，很磨叽了，然后我懒得再去灭别人了，只能灭你了。10号天瑞，那个美女，这个不是你嫌磨叽给的吧？这是用心给的是吧？不是不是，斟酌了好久给的。哦，喜欢10号天瑞什么？或者说比？我喜欢他是渣男。我喜欢他是渣男。好，好，好！这姑娘真是挺有勇气哈、啊。看来这是奔10号来的。后边哪上场这姑娘呢？是个老师。据说好几个小伙子奔着姑娘使劲。特别让我心动，我有个想法。您说。我想让你得到我。我要拿捏，我今天必须拿捏。咱广告回来看啊。你是喜欢10号天瑞什么？或者说比？我喜欢他是渣男。好，好，好！要做他的海王啊！你这句话确实让我都大跌眼镜。总有一天会负责的，就是可能岁数小。35了，可能或者75了，他也就负责了。你能等得了75吗？那75可能负责别人去了，该说不说。慢慢来呗，不着急。真的，真的，你不在乎啊？不在乎就是大家都说他渣男，有点花心，你不在乎？我觉得是一种夸奖的表现。生病了，绝对是生病了。你不下药了？知音难遇啊，下药了，生病了，绝对是生病了。一般就是。燕姐，一会儿帮我摸摸他那个高不高骚？不高骚，一般人干不来这个事儿。哎，我也觉得挺惊讶，他说出这话哈、啊。咱先来看看短片，看看姑娘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女孩，好吗？一起来看短片。我叫王子丹，是一个基本没有烦心事儿，啥事儿都不会往心里去的女子。因为我啥事儿都不往心里去，从小老师就拿我没辙。其他小朋友作业要是没写完，那急得连夜补。我没写完那就没写完，到点儿了该睡觉睡觉，大不了就挨顿说，那都不是事儿。因为我啥事儿都不往心里去，所以时间观念有点差，10次赶火车有9次都得迟到。因为我发现晚了也不着急赶，那赶不上就赶不上，大不了改签再重新买呗。因为我啥事儿都不往心里去，所以性格有点大大咧咧，老丢东西，
有一次我妈新买的鞋让我拎回家，等到家发现鞋没了，丢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可以说在我头26年没有啥是让我必须要完成上心的事儿，但是现在有一个了，就是司法考试。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也希望我做相关的职业，所以我现在辞职专心在家准备司法考试。十三号海浪，你好美女。正常来说大大咧咧和性格慢应该是相不成正比呀、啊、要是说性格慢的情况下的话，心会很细呀、啊、很细致一些，那怎么还会大大咧咧呢？就是我一直是属于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就是可能我干点啥别的事儿呢，就把另外的就是交给我的事情给忘了，拉蛋鸡类型。你这个心态很好，心态好能长寿啊。这啥都不在乎，慢慢悠悠，你跟刚才那个姑娘完全是两个性格呀。啊，对，我觉得她给自己活得太累了，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讲用不着那样。其实我感觉我一天挺快乐的，就像我这样的，是10趟火车9趟赶不上，挺快乐的。你不上火吗？那2点的火车，2:09了，你站在火车站啊，不上火？就是经历太多次了，就习惯了。八号老王，你看八号老王怎么样？嗯，换了发型之后好了不少，年轻了10岁。哎呦，你还看出换发型了是吗？之前就是太记着之前的发型了。来老王。那个我想说一下，美女想的太开了，你想的真的太开了，这个喧闹的城市可能不适合你，你上山吧美女。再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以后你找对象的择偶标准，如果你一个男朋友是一个性格非常急的人，你感觉你俩能生活到一起去吗？我能他不能，一般人接受不了啊。就是你什么样都行，我忘了，就是你啥样都行，是不是那意思？你能受得了不了？我极其受不了，就是这种极慢和刚才那种极快的我都受不了。那个美女说话跟干鸡架的似的，说话太快了，这个美女说话就是供不上听，他俩太极端了。就是不影响，不影响他大局就可以，死不了就行。那个好好，美女说的非常好，但是我接受不了这种，太慢了，太慢，真太慢了。你看这姑娘说赶不上火车，死不了就行，不影响大局，这是关键。对，所以她的重点不是说慢，对，人重点是姑娘这心态，无所谓，对，想得开，无所谓。对，这个好啊，来看看有没有小伙能接受的啊？来，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说比如说约会或者怎么样，那你就提前10分钟不行吗？就是有些东西女生出门不是提前10分钟就可以的，比方说你在等我啊，然后你可以自己找点啥事儿干，我跟你说我还有1个小时到，你就按1个半小时算，你可以你自己可以说找一点事儿，对对对，看看书，阅读一下。就是我明白了，就是比如说我说咱俩吃中午饭，然后我就可以说就是去订晚上的餐厅了，中午我就可以找个别人先吃了。2点钟左右吧，中午饭。变成下午茶了。感受一下啊，节奏，这个节奏啊，好，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回来我们接着聊。我是一个一处对象就对对方特别好的女生，喜欢付出，喜欢给对象买衣服。我觉得女生穿的好坏无所谓，男生必须得有2件好衣服。我也从来不计较你送不送我什么，我特别好哄，因为没有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性格直，有啥说啥，用不着猜来猜去的，也不那么多心眼。我是一个生活的满足又快乐的女生，希望以后我们在一起可以过得更幸福更快乐。来9号东林。美女，你说你特别好哄，那你是属于包治百病吗？我也不用包，也不用口红，也不用啥，我是属于自己想开了啊。那你之前处对象是你对象生气还是你生气？谁生气生得多？当然是别人生气。为啥呢？他们都是因为啥生气？我感觉就没必要，比方说他说这个广告牌现在特别脏让我擦，
我说他不脏，那就是我认为他不脏，那他就认为脏，他认为我眼里没有活，那他就愿意生气。其实对你来说也可能脏，但你觉得脏不脏无所谓。是吗？我是觉得不脏。就是个人标准不一样，我的标准比较低。那你这种状态是不是经常会给之前处的对象气得五了豪风的？一般都跟我五了豪风的。然后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五了豪风的结果呢，就是属于全打棉花上的那种，没有用。就我会最终一定是你胜出，是不是？我会自动屏蔽，就是别人在我说他的性格一定会把别人气得五了豪风的，就那个五了豪风的那个劲儿，然后他还说那又怎么样，不脏啊。你想想那个人会不会就又一锅火拱上来，都能吐出血来，我跟你说啊。那如果要家着火了呢？你说，比如说咱俩要是处对象，你说你打120吧，我说你打吧，我说别打了，着没了。那着火也不打120啊，那着火。着火不得打119？哎，对，我说是打119。哎，对，打119，打119，说错了。这重伤，生死大事。我觉得你们老拿生死大事来就是衡量我这个慢的标准，那样就是属于脑瓜缺根弦儿了，我没那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所有人慢下来，可能再看看这个世界，会有更美好的状态。哎呦，这句话说得好啊！因为现在太多的人都是在路上赶路，没有时间看风景。但你这个，你这句话说的倒挺好的。你会不会觉得，在相同的时间内，你的时间比别的年轻人少了？没有，或者生活当中少做了很多事情啊？会有这种感觉吗？没有，我觉得特别充实，我每天。那他们快，你觉得他们快，好像也跟你怎么比起来？没比我多干啥事儿啊。所以今天子丹的出现让我们反思，我们在匆忙赶路的时候是不是忽略了很多我们经过的风景，该驻足去看一看。这是子丹带给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能够接受你这个性格的两个人，谈一场慢慢的恋爱，享受其中，好吧。好，掌声送给王老曼，来送别，加油。惊喜爱孕妇新生儿扫码免费领168元大礼包，新家新宝新生活，爱家爱宝惊喜爱。感谢位于沈阳华府新天地 C4 座的秦京婚恋为全程热烈辽宁省嘉宾见面会提供的场地支持，感谢博朗化妆造型美容学校对男女嘉宾及主持人的造型支持，感谢九奈七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用好七选九奈，九奈七更耐久。没有对象别上火，扫码报名来找我，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报名，全程热烈。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缘分热线0431-8890-1890，我们在长春等着你。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姑娘，这位姑娘她的朋友们都叫她小张老师。哟，哎呀，同行来了啊。五号小朱老师想说点啥？小张老师，小朱老师搁这呢。啊，来，掌声有请小张老师。当我们都起床，大家好，我是张雅玲，来自吉林德惠，今年28岁。我的爱情宣言是：对象就找成熟款，满满幸福感。谢谢大家。来，那四号李瑞，现在的心情？心情挺激动啊，第一次啊，我的处女，第一次收到缘分天使，然后那个你好，美女，我也是德惠的，然后我家是德惠同泰那边的，然后我现在是在自己创业，经营一家营养俱乐部，啊，然后你可以留意一下我，老乡，谢谢啊。好，来看一下小张老师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是可静可动的张雅玲，今年28岁，现在是一名在编的政治老师。我很爱我的职业，也很爱我的学生们，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衣服坏了，我会拿起针线帮他缝上。冬天露脚脖，我会买一双袜子送给他，怕他冻着。我从大二开始就勤工俭学了，最开始是发传单，后来给小孩当家教。经过我的努力，在2017年买了一个75平的房子。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我有个妹妹已经结婚了，现在我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我的个人问题了。我报名全程热恋就是爸爸让报名的，家里人都非常支持我来找对象。好，来，王浩小朱老师。我觉得我们俩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你是从大二开始出来兼职，我也是从大二出来兼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我现在有一个学生已经上大一了，然后呢，当时我辅导他功课的时候，我们是通过直播，我在某一个平台直播，然后他每天都会到我的直播间去听我讲课。然后他今年上大一了，然后他以高考英语以120分的成绩考入了我的那个母校，考入了沈阳师范大学。然后他今年为了感谢我，给我买了一个棉袄，给我买了一个水杯。因为那个孩子家里特别特别的穷，但是只要我一直播讲课，他必在。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是不是啊？你为什么要直播讲课呢？我希望能够借我的一点力量去帮助他们，然后我也算是给自己增加经验，还能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这就是我。给你点赞。哎呦，啊，特别棒啊！来，你好，嘉林。你好，美女。那个我看你是德辉的，我们家离德辉特别近。边杠你知不知道？知道。边靠山你知不知道？知道。我家这青山你知不知道？知道。你家到底是哪个地方的呀？说了仨地方。就特别近，开车就是到德辉市里就半个多小时左右。嗯，我说这个是没有别的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你拉近一下距离。而且我看你短片这各方面啥的气质这一块也挺好。完事儿，气质这块怎么的也挺好，然后拿捏死死的也啊，就是我看你这个特别让我心动，我有个想法。您说。我想让你得到我，让你得到我。现在追姑娘都这么唠嗑了吗？后边了好几个小伙都想拿捏一下。我要拿捏，我今天必须拿捏。我是拿捏的准准的。个好姑娘，你放过她吧，行不行？到底谁能把姑娘拿捏住了呢？哎，广告回来看。我有个想法。您说。我想让你得到我。你怎么这么愿意帮别人许愿望呢？那个我得到他也行一样，这概念都是一样的。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得到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得到我呀？什么办法？就是这么说吧，我可好得了，一得就能得到。你可以稍微那么试这么一试，你就会成功。你要相信你自己。具体的办法呢，我还得琢磨琢磨。那嘉林要不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干什么工作，给介绍介绍。那个我现在是在这个咱们长春78县做水果批发的。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对年龄有没有太大的要求？我28岁，91年，上下均课。比我稍微大那么一丢丢，大那么4-5岁吧，不算大。大几岁到底？大那么4-5岁，不算大。那都是那个皮毛，主要是两人感情熏到那儿了，那都能拿捏，都能拿捏，都可以。去，家里无论说啥都是拿捏，是吗？哎呀，希望这个感情能够让你拿捏的死死的啊！来来，你看4号李瑞，看着大家伙都举手，这李瑞不行，控制不住了啊！来啊，你好，美女。你好。那个，咱们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家也有个妹妹。你不是大学就开始自己勤工俭学，然后我也是，16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然后现在自己通过几年的努力，在长春也是首付买了一套房，啊，然后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挺合适的啊。对。啊，来看第二个短片。我找对象的标准是，
身高1.72米以上，体型匀称，年龄35以内，小我不要超过3岁，有稳定的工作，不要出差，最好会点小浪漫，来点仪式感。我对异地也没有要求，如果你在长春，我可以通勤去上班。我有一点粘人，我觉得两个人除了上班不在一起之外，其他时间都可以待在一起，两个人一起看电视啊，逛街呀，一起打打闹闹啊，对我来说都会让我幸福感爆棚的。好，来看一下场上十号天瑞。那个美女你好。你好。刚才看你短片说了，你就喜欢那个会点浪漫、有点仪式感的。那你我一看这台上，你这除了我没别人，你可能是点我呢，是吧？我不太清楚这些。我必须得说两句话。宋老板，你说。这是个老师，这是个好姑娘。你放过他吧，行不行？谢谢你放过他。老师怎么了？老师他是渣男，幸福的权利。他是渣男，真的。你问有一个问一个，我就请求这真是个好姑娘。小朱老师也挺得意的，我能不能放过他？我就需要一个老师来净化一下我的心灵。哎呀妈呀，各式各样的没净了呢，老师能给你净了？啊，更 hold 不住了，为啥呢？他需要你给他净化心灵。对啊，你能净化得了吗？我只能净化我的学生，比如说处青春期的这些小孩们啊，他有可能啊，他呢这么大了，嗯、啊，然后呢，有点费劲，我能力有限呀，主要是。长春吴亦凡啊，来电话嘎子，给我机会了，我一瞅啊。啊。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就美女可能不认识我。给我放个曲儿，背一点。哎呀，你们现在都开始都有套路了，来，煽情了，放一个，对，就这曲儿，就这曲儿。美女，我叫王磊，家是九台的。然后呢，我这人吧，就不咋会爱说话。然后呢，我来这儿。就是站了老长时间了，就刚才我都想这个插抽我自己，你都不看我，我就是渴望有一段爱情，我单身二哥，我就希望就是每一个来女嘉宾，你正眼瞅我一眼行不？我男的。太难了，就是急的一刻一刻都不行的了，就想找对象啊！你没正眼看他吗？啊，看见了王磊，对，都叫他嘎子，嗯啊，他也是我们场上明星，长得特别像小兵张嘎，啊，嘎子，啊，说音乐都放完了咋样啊？表现完了，表达完了，我要拿捏，我今天必须拿捏，好，你们这手都咋的了？这现在都开始拿捏了是吗？啊，没有异议是吧？没有。来，掌声有请四号李瑞、六号嘎子，有请两位。全场热烈！来，好，加油，嘎子！嘎子，淡定啊！我就想嘎巴跪下的，我渴望了20多年，就是从来就是，我就一直在等一个女生能那个来牵我了，我一瞅我等不起了，我再不努力就完了。啊，是你瑞咋都赶到那儿去了呢？主场给他了。我这气场，我往这一站，我这气场就足足的，对不对？啊。好，来呢，姑娘啊！兄弟们，我足足来，走！你看，就绝对，就捏死他都，内心强大。哎呀，我一看这家里那没带啥好头，从头开始就气场拿捏就捏啊！问一下二位，对，就是工作之余有什么兴趣爱好吧？啊。平时有什么爱好？跟工作不一样的爱好。嗯、我要去丽江，已经耽误一年了。嗯、我寒假一定要去
那个丽江做义工。你们两个喜欢对旅游的？我的规划是今年去大理，但是得带上对象啊，自己咋去啊？哇、哦！走、嗯！你看，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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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不是赶巧了吗？都是要往云南奔呢啊！一月份我是一定要去。但姑娘说，就非要一月份去。我就看工地开不开工，说实话，月花肯定走不开。那这到底能不能牵手了还呀？东北相亲贼刺激，小伙现场体验生孩子，藏着你们去。疯了！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更有姑娘带神秘礼物奔海浪，引发全场泪崩。海浪，你跟我走吧，跟我回家吧，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包括帮你照顾你的爸爸。贼炸裂的相亲就在下周日晚上首页全程热恋。我做梦都想不到有今天。我是跟我师父约定的，然后我师父现在他已经找到女朋友了，要是我跟着他去的话，我就变成了单身狗了，然后还得看着他俩撒狗粮。啊、哦、对对对，好，在一起，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一月份我是一定要去云南丽江做义工或者是去旅游，至少待一周以上吧，你会去吗？一定，嗯，这个行程不能更改的。要是一月份的话，因为我自己现在有自己的工作，一月份的话会特别的忙，一月的话肯定走不开，啊，就这样。为什么一定要是一月份呢？因为寒假呀。嘎子，一月份去旅游上丽江能去不？你看工地开不开工，说实话，要是不是，我还是那个话啊。我媳妇要去，咱就掏钱就完了，我没时间，咱拿钱就完了呗，咱有钱有子，拿钱你也不能让他自己去呀、啊。你要现在说，你不用面对他俩，你面对观众说，我一月份要去丽江去一个礼拜，谁想跟我一起去？场上这么多小伙子，可能都想跟你去，但是没人不一定想跟你处对象，你懂我的意思吗？懂。你现在是要找对象，咱不是要想找一个一月份去的同游，是这样吧？你跟他牵手了，他工作也很好，对吧？你第一印象又很好，然后呢，人各个方面你俩交流都很好，不是一月份的问题，是他一辈子都能陪你去旅游，你还在乎这一月份的旅游吗？好，好，在一起，对吧？在一起，在一起，你看，在一起，你一定要在乎这一点。说我明天早上要吃早饭，能不能给我做？我能给你做一辈子早饭，但明早我做不了。你说你要哪个？燕姐，你说的对，说的对不对？对，在一起，在一起，还是要看这个男孩能不能当你的男朋友，你对他有没有感觉，是吧？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不能去旅游，他就当不了你男朋友了，这个逻辑不对吧？对不对？嗯，您说的对啊，对对对哈、啊，那你接下来做出选择了，是吧？好，好啊，五秒钟倒数计时，姑娘做出你的选择，五、四、三。二一，拿捏。燕姐，我，可以，没有选择吗？谢谢两位小伙，谢谢，谢谢，谢谢。长春的天依然灯火阑珊，有多少人在红旗街头加油，小张老师，加油，加油。谁的拥抱总是那样温暖，再见围却成了遗憾。